关一下我这个很细心的竞选小物，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的面子，这次的面子。哦，看一下，这个面子呢是可以重复再利用、重复再使用的。你看里面是这样，噔噔，然后这边放面子，然后你面子放完呢，哎，这个袋子还可以重复使用哦。对啊，你要放什么？放钥匙啊，放烟草啊，放几克都没关系哈、哦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细节，来，细节细节。中正万华候参选人谢德贤，然后这边的数字是1126，一起420，126，我们一起420。对啊，投票日哦，投票日哦，记得哦，记得哦，是投票日，是投票日。从2009年到2015年到2016年到2018年到2022年到2022年，用音乐完成梦想，而且做到。接下来，谢德贤的下一步是要从政改变台湾。他们，然后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打卡墙，他们墙。如果大家有来南机场夜市，可以来这边他们抢打卡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们真的很来真的，认真的，超认真的。这面墙就是我的大图输出，然后这次的选举宣传，也中正万华不需要装乖。中正万华谢德贤竞选总部，这个是服务处的那个选民服务时间，上午11:11，1111，天使数字。下午4:20休息下课，对，4:20下课，准时下课。万华三和弦，这边是我的证件墙，对，关一下我这个很细心的竞选小物，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的面子，这次的面子。哦，看一下，这个面子呢是可以重复再利用、重复再使用的。你看里面是这样。噔噔，然后这边放面子，然后你面子放完呢，哎，这个袋子还可以重复使用哦。对啊，你要放什么？放钥匙啊，放烟草啊，放几克都没关系哈、哦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细节，来，细节细节。中正万华候参选人谢德贤，然后这边的数字是1126，一起420，126，我们一起420，对啊。投票日哦，投票日哦，记得哦，记得哦，是投票日，是投票日。这个地方很适合这边自弹自唱啊、表演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这边有个小细节，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对，当你走到这边的时候呢，这边会有一把吉他提醒你，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台湾人。然后，如果我没有在做选民服务，我应该就会在这一面墙这边。这边自弹自唱，写歌、创作、开直播，